哎，你疯了？这是我限量版的耳机。我上的课程也是限量版的。也是，我的耳机哪有你的课程有价值？捡得好，捡得好。帮帮忙，赶快找人把稿子送到直播间李宝英主播那儿。哎呀，直播间？这马上要开始直播了。帮帮忙，实在抽不出人来呀。那好，交给我吧，你先忙。哎，谢谢啊。傅夏，反正你也不听课，送稿子吧，快。我这不是在好好听课吗？这种跑腿没有含金量的工作，你可不可以找别人做？任何有含金量的工作你都做不了，你只能跑腿。还有，你不要忘记，你只有3个月的试用期，我随时都可以开除。哦，突然好想运动啊！来，给我。好了，大家手上都有学习文件，可以看一下。谢啦。我就说我们的叶主持不但人长得美，又会主持，还跑得快，真不愧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。你还跟我油嘴滑舌是吧？你知道你今天造成多严重的后果吗？如果你想在这里工作，就请你全神贯注，全力以赴，端正态度。这里不是跟你耍小聪明的地方，就今天这一件事情，我就足可以开除你。别！谁不会犯错啊？再说 show time 那么大，录制棚那么多，走错也很正常嘛。有道理。你看，你那么善解人意。那这样吧。你用一个下午的时间，从每一个办公室、每一个楼层开始了解，画出整个 Showtime 3栋楼48层平面示意图，包括每一个楼道、每一条小路。等你画完了，应该就都熟悉了吧。这儿不能睡觉啊！嗨，这儿不能睡觉，起来起来！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你再看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来，让我睡一会儿。快起来呀！哎呀，来，你怎么在这儿睡啊？多难看！别提了。哎，你知道我被分到谁手里工作吗？谁啊？变态叶繁星。哇！还不如过来跟你一块当保安呢。你可得了吧啊！你一个大少爷能干得了我这活啊？哎，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你是不会懂得我的伤悲的。要不是我跟韩哥打了赌，我早就走人了。是。喂。画的怎么样了？快画好了。那你先上来吧，有别的事要找你。好的，马上上来。叶繁星吧。他叫你去你就去啊，你的骨气呢？你桀骜不驯的气节呢？
我觉得呢，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卧薪尝胆，懂吗？哦，不要误会哦。嗯，卧薪尝胆，我要不要买点胆给你吃啊？繁星姐，我们好了。好，谢谢了。喂，四月，我等一下要去主持一个阳光百货和 Showtime 联合举办的慈善义卖活动，我已经跟你们领导说了，你带着礼服直接来画廊找我就好。嗯，一会儿见，辛苦你了，拜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事？送我去画廊。为什么要我送你？你不是有司机吗？他家里有急事，我把他放回去了，不行吗？你不要废话，你现在就去地下一层，把车开到楼下，我马上要用。嗯。哎，你看，这前脚刚表演完，这后脚就上新闻了。这叶繁星还真是会变着法的出风头。最敬业的主持人叶繁星赤脚奔跑为救场，我就知道他不会白白跑了这一趟，原来是为炒作。赤脚奔跑为救场，你知道吗？他抢了我晚会的主持人，我已经很不爽了，现在他还跟我来这一出，是不是真的觉得我李宝英好欺负啊？就是说嘛，真是太便宜了。我看最敬业的主持人应该是最变态的主持人。你倒是挺有眼光的吧。我呢，就是因为离得近，所以看得更清楚。离得近？这么多人？不可能这么晚。